我是铁道旅行拍摄 Live， 在8:08:25嘉义站，对，台南站，15:49，主班车是37464机号沙鲁西号永康冷油4.1500行程的。37464进入沙仑线，看好它，进入沙仑线，开往永康的155，4.1组全车，准备驶离台南站。OK， 37464进入沙仑线，看好永康的155，4.1组全车，准备驶离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也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，以及观看我的影片。再见，拜拜。